星期一一起来关注 XBB 新变异毒株入侵大马，如何分辨科学人造肉与一般肉，星期二听听专家怎么说，人体竟然也会心碎，星期三一起来了解，星期四一起来学习下雨天如何通过足浴来驱寒，雨季来袭，水灾警报响起，星期五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好防灾措施，那记得留守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的活力加油站，点亮生活每一面，记得留守8个空间。